面有个声音跟我讲，最后你怎么开啊 PHP 请问这是表示 PHP 开始吧，这是表示 PHP 结束吧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嗯，好啊、那你看啊，你看我们先这样，我们先来说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讲 HTML 的时候啊， HTML 的时候你看好了，我说铺合2-5，铺合2-5对吧，铺合2-5呢，然后呢我这写一个什么呢，我写一个这个啊、比如说写一个 strong 对吧， strong， 然后这是什么 strong 是什么呀，加粗强调吧，加粗。那么请问这样写从1到5，我再写个汉地和下图，汉地和下图，好，那么我先问你啊，是哪个加粗，从1到5加粗是吧， OK。下面我来做一个更，做一个调整，我把这个去掉，你说对还是不对？首先，现在你是对还是不对？哎，那么它是什么结果？哎，它怎么都加粗呢？哎，是怎么回事？我说一下啊，从这块开始，表示加粗开始。从那儿开始表示加粗开始了，然后就加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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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粗这儿是不是就加粗结束了？嗯，是不是意思？结果呢，你没有加粗结束，你没有加粗结束，就从那儿就加粗开始，加粗加粗开始开始开始，是不是到最后都是加粗啊？好，那么以此类推啊，以此类推 ，PHP， 那么 PHP 我在这边输出一下，说 I am a boy。从这儿表示 PHP 开始，从这儿表示 PHP 结束。他们如果从 PHP 的开始一直往后全部都是 PHP 代码，那么请问你说结束符可不可以去掉呢？可以。如果是底下有 HTML 代码呢？不可以。如果底下有 HTML 代码就不可以去掉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如果从这儿一直往下走，因为你从这儿开始，上面肯定有，上面肯定有，比如 strong 啊。上面有缺面，上面有缺面，那么从那开始往下全部都是 PHP 的话，定点符是可以省略的，可以省略，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要注意一下啊，就是 PHP 支持省略结束定点符。如果从天光问号，天光问号 PHP 开始一直到最后全部都是 PHP 代码啊，可以省略 PHP 的是的结束定点符。是在省略结束定点符的时候，下面我们又来一个问题了，好吗？注意一下啊，我省略是省略了吗？省略是省略了。我这样，我把这个括号去掉行不行？我这样再输出一下啊，输出一下说 she is a girl， 要不要结束符？要结束符，但这是不是也应该有结束符啊？也应该有。有应该有那种这样啊，我刷新一下，哎，这加个 B2， 加个 B2， 好，哎，可以了。咱们看啊，我把这个符号去掉，我把符号去掉，去掉以后我刷新一下，报错了吧？报错了。哎呀，这个符号不能去掉，然后我把这个去掉，这个去掉，去掉以后，好，哎，可以了，是不是可以了？可以，咱们再来看啊，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省略结束符吗？省略结束符，关掉，哎，行不行？好，哎，怎么报错了呢？
哎，我再加一个封号，加一个封号，走，是不是又可以了？那么从这个例题上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？说明这个结束的地点符里面有一个隐含的分号，对不对？哎，在这个片区结束的地点符里面有个隐含的这么一个分号在里头，隐含的分号在里头。那么如果你写两个分号，对还是不对？写两个分号表示结束吧，两个句号是没有关系的，是不是？就是如果你这样写了个分号，那里面再隐含一个分号，是不是也没有关系？也没有关系。如果我把这个去掉，这里面有个隐含的分号，是不是可以？但是当我把它去掉的时候，同学们，这一段是不是就没有分号了？啊，就没有分号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就从这个例题上，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？这个是尖括号哦，问号，尖括号，问号尖括号中有一个隐含的隐藏的分号，分号。啊，所以说最后这个他这个分号可以省略了啊，可以省略了。